天安门的石狮子，紫禁城的九龙壁，大通桥的镇水兽，北京作为历史古都，传承了中国古老的神兽文化。这些形形色色的神兽在都城的建筑、雕塑中腾跃着矫健多姿的身影，而今它们摇身一变，成为了民俗画家杨信笔下一幅幅生动多彩的绘画作品。近日，记者在北海公园见到了正在采风写生的画家杨信，笔锋交错，素笔勾勒间，一个昂首挺胸的龙形神兽跃然纸上。杨信说，神兽的造型材质多样，以石刻、砖雕、铜铸为主，他希望用画笔将这些神兽形象记录下来，把他们历经的沧桑及厚重的历史用绘画的形式进行艺术再现。比如说石材，那种斑驳的石材，方画了的石材，我可能就用小写意，小写意呢，我用国画的这种皴的办法，皴的办法一遍一遍的皴，皴出它的那个风化的肌理，在它的明暗上呢有很大的区别，然后用几十种颜色，所以你要一定要还原历史，所以它露铜也好，露的这个黑锈也好，尽量按照它的历史去画。神兽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动物，古人常把它们建造于建筑中，希望起到驱邪、避灾、祈福的作用。杨信认为，研究传统文化应从细节入手，这些神兽的石刻砖雕见证记录了当时的工艺、造像及色彩。一个龙，这是龙的一个化身，一般出现在古桥，所以它是来记住栏杆，防止栏杆倒，所以桥的这个四个犄角都有一个这神兽，它都是这个镇水，保持这条河道不被水患淹没。你看起来非常精彩，这一看是清的东西。为了将北京中轴线及运河水系中有代表性的神兽画全，杨信背着相机穿梭于大街小巷，寻找着神兽石刻的踪迹。随着历史的变迁，许多道路发生着变化，一些古迹甚至不复存在。杨信笑着说，寻找民间神兽的过程有时就像寻宝，虽然辛苦，他却乐在其中。骑着小摩托车，有一天下午我就居然就骑了90多公里，有时候要站在俯高处往下拍，有时候要，你比如拍的那个土桥的镇水兽，它因为它已经废弃了，就在紧紧的贴着路面，我要看见那个兽的眼神，那相机跟人全部趴在地下拍的一个神兽，可能我拍了几十张，但是有一张或者两张有我要的资料，这个资料可能我画画也要用这个角度。但在走访过程中，他也看到一些文物被随意丢在路旁，这让他十分心痛。有一个村子叫黑桥，黑桥村子在村改造的当中呢，挖出来了当时黑桥的镇水兽，这个镇水兽挖出来以后呢，就散落在民间村所边上扔着，而且贴的什么小广告，这种膏药一样贴在，你说这种历史上你感觉到太可惜了，我觉得简直，哎呀，简直太心疼了。杨信说，古建的保护与文化传承同样重要，目前他还在继续绘制祥瑞系列的绘画作品，将来他会把这些画作集结成册，希望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神兽文化，注重古都的文物保护。